和阿文派人。好，我这一组要派出很大组，我会派五州，几州就是吴兆邦、林良欢、蔡雅露，够陈梦贤。哦，哇塞，几州？这是几州哦？几州呢？安尼几州呢？阿够第二州，第二州，第二州是咱的最强 CP， 咱的李子深、陆新田。阿够来咧？阿就进进两州啊，两州嘿。你意思两个要动四个啊？不，四个，两个拢是外人。哦，这周龙你也要，哎，你也狼，你真的看不起东燕呢？我不是看不起他，你把一些，把一些人都选走了，你是嘞？没有啦，来问 CP 呗，请一下。唱什么歌？我们今天带来一个比较特别的组曲，对。对，是第一首是杨小平老师的《酒醉的探口》，酒醉的探口，他是国语的，他是国语，而且一共酒醉的探口，酒醉的探口，酒醉丢在探口啊，丢啊，对啊，探口，对，是加上后来一个比较新的，对，酒醉的探口2001动力火车的歌，两首名字都一样，但是是同一首歌吗？不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歌，一条国语的，啊，两条嘛国语的，对，两首都是国语。小平哦，那是我临时讲，迄天才知影讲，哎呦，我那往生去啦！啊，这以后的一挂好歌吼，啊，希望大家当传承，把好歌再唱一次安尼哦。好啊，另外来还有谁？来，这四个最大组的这四组，那个赵邦哥，赵邦，萧红的车，我要看永兴姐，这位唱一条台湾的民谣哦，是哦，我做桃花贵朵啊，有够，哪里的有够哈？安尼小鸡鸡的，哎呦，那小鸡鸡的永兴，我那也是，也是，也是。在我那要跟你们要准的哦，安尼恁两个这条歌绝对精彩哦。雅露雅露雅露嘞，我要跳舞，我要唱黄飞老师的《鲁林骷髅波》，安尼就对啦。哎，外省囡仔弄咧学台语就足够啊，然后啊，阮雅露是台上很性感，而且台下哦足过瘾。我不要摇机机啊！跟我同款，没啦。不会，他台电拢摇啊。他台电拢作摇诶。还有合唱吗？哎，合唱有吗？最后我们会一起大合唱。合唱，单曲之类呢。哎呦，高之类哈，阿恁就马上甲开始。你有看不起他的吗？你够像人家派啦。他派两组啊，蔡佳玲阿未派。对，我这一组就搞定了。哦，谁？对，陈思伟。哦，帅。然后佳玲哥，帅。张涵雅，好帅！郑永新，好帅！明亮，哦，五个哟，一百个哟，五哎，感谢，过几个像，哎呀，他自己报名，王墨玉，今天我唔捌听，我听孔锵公很厉害，很厉害哦，我听过麦姐，好，那墨玉要唱什么歌？今天就是带来小平老师的《对你怀念特别多》，对，经典的歌曲，这种歌你能唱哦。可以驾驭。我挑战看看。那你要唱什么歌呢？我来唱一首邓紫棋老师的歌《落大雨》。哎呦，足够醉的，嘿，伊较早咧唱完我够醉的。阿哥想。思伟，小平姐的《你曾经爱过我》。哦，拢搞，经典。伊咧唱这个歌的时候，这个囡仔佫也袂咧巴肚底的呢，也佫唔是一杯糖。那个空气啊！来，明亮，明亮。我今天带来我的创作，一首好吃的歌，好吃的歌，好听，好听，你那好吃啦。这条真正好吃 ，IIUPG， 而且创作才子真厉害。对，他也为凄美的吕问俊吕村长他跑掉了，对吧？写一首歌。还帮他写了一首歌《凄美的歌》，《凄美之歌》，很棒啊，叫做《Like It Be》啦，对吧？真的很有才华，很有才华。这边阿龙盖小丸啊，这边还有韩雅。我今天要唱的歌哦，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它太经典了。它这首歌叫《望春风》哦，这叫做巴拉。这首歌诠释好不容易，很多人唱，很多人唱过，然后也很经典这样。但越简单的越难唱，因为大家拢会唱，大家考验你有啥物无歌，过来就是用心，我来唱一首好朋友的歌曲《女人的一生》。哇，因为大家一定足怀念这些歌啦。我们还有一首合唱，也是小平姐的歌，是对《我野球》。我野球哦，《我野球》其实杨小平也是翻唱啦，也是翻唱，最早当然我较古早都古早人唱啊啦。这条歌诶，含我都还搁一杯糖。哦，哎，这我都还没有。哎，像什么？较早的歌哦，
公共都可以唱，所以没有代表人，是哦，对，马上来给唱下去，来谁先唱？好，来阿文队先歌，马上来，会记的哦，我先按后边公贵来了，来，每一位唱的都是可圈可点。啊，只有最后的合唱哦，明亮表现有较歹淡薄啊。两个美娇娘在你旁边，啊，你拢看头前，你无改看，互动一下，佮改看一下，有紧张嘛？那阮用心一直看你，啊，你是唔敢佮看？勇敢领情的，你惊啥啦？你啦？对啊，我记啊，我当你佮明亮时阵，有当爱看看镜头啊，所以才要明亮为了佮佮引导啊，你看镜头啊，你勇敢乱转，对啊，袂使，刚好袂看，因为新人呐，哈。新人因为歌谱，我不管你多好唱，啊，台顶的台风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一面教一面教，教一样他就忘了第二样，这样啊，要记得哦，旁边有人要关照一下啊。等弄，刚才就是王梦玉，王梦玉，我一直觉得你唱那个哈几十年前的老歌，你的诚意我们收到了，但绝对不会是你的东西。你一定是唱跳歌手，他比较适合唱跳。我来干嘛？我来干嘛？唱一条伊家这个叫做蔡雅露来合唱一下。你两个来合跳合唱一点，加好。solo 一段可以吗？听说你很能跳。跳舞吗？没有。杨老师可以吗？从勇姐，从勇姐。速歌来快歌，速度100的好了。看孔飘老师，孔飘老师想要我跳什么我就跳什么。来 ，Yeah。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哦耶！哦耶！丢了，这不在意耶！哦，啊，碎了，碎了！哦，碎碎碎！哦，来来，哇，两分！亚路亚路亚路，啊，继续上上，走开！四六六，好，你两分，你两分，杜新田，啊，杜新田，杜新田，啊，是啊，哎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呦哎呦！再给我，再给美女，陈梦欣，陈梦欣，再有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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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梦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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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声大声！哎呀！好，冰冰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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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孔飘老师，孔飘老师。哦，我唔知啊。证明了，这个就是我演艺圈50年的经验。哎，我看见那班哦，都唔是唱迄款的。对啊，伊都应该爱即款的歌手。连刚哥来啊，连哥来会安排个像你跟杜新田跟蔡雅露，蔡雅露，对，我们再弄一段，唱一首，那一定会很精彩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大家。